为了行销北港妈祖文化，地方的青年蔡宏基结合一群爱国艺术的朋友，在北港镇的公馆里提防附近的一间面体，用大型的喷彩的方式，将妈祖、千里眼、甲顺风耳等人物画在了两层楼高的外墙。十一月十九号，这群青年朋友将会举办一场乐声启用活动，要向外界来说明伊的艺术创意理念，希望讲有更加侪人会当熟悉北港的妈祖文化。配合分林举办2017台湾电会，今年北港镇公馆里打造一个 3D 的彩绘窗。最近伫鲁里桥堤防边有一百两层楼高的墙壁创意彩绘，是一群青少年朋友所画。看起来非常的硬吧？很新奇啊！支持吗？支持啊！还是很棒这样子，只是说，就是可以让在外地的那个游客如果过来的话，就是可以在有一个新的景点可以拍照这样子啊。那我希望是说，可以把我们擅长的街头文化元素哈，在让北港更丰富。所以我一直构想说，如何再用其他我们擅长的街头的元素。提升我们在地北港的能见度。一百创意的墙壁彩绘，主要呈现妈祖、千里眼、顺风耳等人物的故事，用99罐的提勒式喷漆所喷画，图画看起来像放假同款，真有少年人的热情跟活泼的风格。是它的服饰配色是红蓝，象征大海跟火焰，对，然后火焰。对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两边都不会互相侵犯，就相互抵触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头饰是帆船头，象征一帆风顺这样子。为了要营销在地妈祖文化，在地青年蔡宏基结合一群爱好艺术的朋友，利用面体墙壁来作画，呈现街头彩绘艺术。老一辈讲画了伤花，但是少年辈讲真活泼，真有创意。这只对因来讲，感觉做切做。有影，当开始是呾好像很怪很怪。当然了。年轻人可以有这种想法创新啊，能带动这个北港的小镇，也带动庙宇的观光，也是不错。创新的街头彩绘，老一辈甲少年辈无同款的看法。不过十一月十九，这群青年朋友将在现场来举办一场乐声启用活动，向外界来说明因的艺术创作理念，希望更加侪人来熟悉北港的在地妈祖文化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